皇后娘娘，唐王妃求见。进来。王妃请。大胆，你是哪家的皇门，怎敢如此不懂规矩？就让那个唐王妃的小黄门把药拿进来吧。皇后，祖宗的规矩不能乱呢，不是日常侍奉的皇门，绝不能让他踏进。张宇，你不必在此执业了，你们都退下。是。还不快点进来。人带来了。抬头。臣拜见皇后娘娘。臣请拜见陛下。陛下等你很久了，进来。你们生的一模一样，是吗？难道陛下？难道这是真的？陛下真的是我的同胞兄长？你身负皇室血脉，还有何怀疑？臣弟叩见皇兄。你来晚了，今日清晨陛下已经龙御冰天，彗星犯紫薇，那是陛下的天象。